Rebecca， 等你先。抱歉，抱歉，打扰，打扰。别弄我这儿，你知道我这儿怕痒痒，别闹了。别弄。只要你还保持着你的青春，镜子就无法使我相信苍老。威廉·莎士比亚，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咱们可说了啊，不许乱翻我的书，不许在鱼缸里边撒尿，啊，对，更不许出去到外面去勾引其他的女孩子。你是我的棒小伙子，乖乖的在家等我啊！今天晚上咱们有特别的节目，哎，来来，宝宝，亲亲，嗯，好，拜拜。嗨，你好。我想作为邻居，咱们应该先认识一下。我叫瑞贝卡，教书的。啊，哎，对不起，杨守敬也是教书的。我昨天晚上才搬进来，弄家具啊，还有来了一帮朋友，但愿没有打搅你吧。没关系，我们的国家到处都在搞建设，噪音大一点儿，大家都可以理解。何况我这个人多少有点失眠，也就是数500只羊和1000只羊的区别。哦，但无论如何，我得替我那500只羊道歉。那咱改天再聊，杨先生。对不起，我觉得你跟我们家那个小伙子挺像，他也不喜欢锁链。小伙子，锁链，枕运有问题。哎呀！要尊重传统，要有责任感和荣誉感。我必须承认，在当今这个社会，是有那么些专业不时髦了，但是这个做学问，他从来都不是时装发布会。我倒是要建议你们向杨守敬老师学习，脚踏实地，严谨治学，每年都有有分量的论文发表，这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可以说是最好的老师。我一直以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都掌握了一把引导年轻人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可你们的钥匙……对不起，对不起，我这钥匙折了。我这一插进去啊，就给卡住了。后来可能是我用力过猛，干脆断掉了。是折了，所以来晚了。杨先生，赶快落座，我们继续开会。大家请安静。王院长，这里我想强调一下，老师，新的学年开始，你听话，别拿我开涮了。老爷子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撞在枪口上了。满怀的希望走进了我们这。我们在网上算命的事儿，
知道怎么传到他耳朵眼里去了，这不正发脾气呢。你们这事儿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说吧，你是貂蝉还是西施？和他们不搭嘎。就凭我这一脸肉，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杨贵妃。要做出一些改革的尝试。具体的说，我们要赋予学生有更多的决定权。选修课可以试听两周，如果学生本人认为授课的效果不好，可以另行选择。作为任课老师，当然了，如果你的课堂上听课的学生达不到学校所要求的最低标准，20人，那么院方就有权停掉这门课程，对其工作另行安排。哎呦喂，这不是下岗了？这里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志，吕贝卡女士。吕女士游学国外多年，对欧美文学有较深的研究，这次到我院来任教，主讲浪漫主义诗歌的选修课。谢谢汪院长。大家好。能够到这所具有百年光荣历史的著名学府任教，我非常荣幸。就在今天早上，我忽然发现我的一些新同事中间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我喜欢跟有趣的人相处，我想我在这儿的生活和工作会非常愉快。和有趣的人相处，麻烦了。你没事吧？早上好，杨老师。啊，早上好。上班啊？上班。啊，正好，一起过去。啊，不了，我还得办点别的事儿。怎么不愿意和竞争对手同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汪院长说你是学院里面最好的教师，要是我想抢这份属于你的荣誉呢？吕女士，也许汪院长真的这么说过，可我从来没这么认为。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最好的教师并不取决于院长的认可，这里边有一个重要指标，学生的认可。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不过我得提醒您，一个真正的学者在考察事实之前，从不轻易发表观点。对极了，那咱就让事实来说话吧。具体的说是门对门，这很重要吗？当然，真理的对门就不一定是真理了。Hello, young ladies and young gentlemen， 认识你们我很高兴。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学生。我从你们的眼神里面就能感觉出来，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外表一样的完美。对，很明显我是在撒谎。正式自我介绍以前，我要给大家一个免费的忠告：要是有人故意
过分的热情，那么他一定有过分的要求。啊，你能告诉我那是谁说的吗？莎士比亚。No，that's me。Rebecca。啊，我在这里有一个不太过分的请求。不要为了学分和考试而选择我的课，也不要只顾盯着黑板和你们的讲义，而忘了跟我交流。我们要在一起讨论一种有趣儿、高尚，甚至带有一点神秘的事物。师哥，我会严格的要求你们，不要心有侥幸，也不要以为选修课就可以恰似闲庭信步，可以很容易拿到学分。做学问的事儿并不好玩，也不应该有玩的心态。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其过程应该有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种，也是最高的境界。可见学之道不经过执着的追求和艰苦卓绝的努力，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换个角度说，有时候客观条件越艰苦，越能激发人的创意。还是老一套，他去年的开场白就这样。你怎么知道的？我资格比你老啊。哎，你要是中午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你这点秘密。哎，老杨啊，哎，老杨，听说你和密斯旅门对门的社馆授徒，火药味很浓啊，啊！哎，战况如何？至少到目前为止，有好事者帮我组织，我以59-21大比分领先。嘿，你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啊！也有好事者告诉我，啊，人家还是待字闺中啊。你可别落一个欺凌妇孺的名声啊！怎么会呢？杀杀他气焰而已。一般女人到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心里边多少有点，也怪可怜的。说你胖你就喘啊！哎，一将胜勇追穷寇，啊！什么好话歹话都让你说了。张先生，谢谢你送我回家。请留步吧。没关系，我们都是顾林的朋友，何况今天的聚会是他为你办的，我们怎么能够冷落了女主角，啊？哪的话，我真的很喜欢。我该回家了，但愿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求之不得呀！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做生意的人俗气的话。再见啊！好，再见。哎，吕小姐。哦。你可以叫我瑞贝卡，这样听起来顺耳一点。好，瑞贝卡。每个周末，在音乐厅都有钢琴独奏。不知道你有时间没有？我刚才不是把电话号码告诉你了吗？再见啊！好，再见。最重要的赋比兴的美学原则，朱熹在他的诗集传中说：“赋得
恕臣机事而直言之也。明代李东阳在《怀鹿堂诗话》中写道：“诗有三义，赋之句一而比兴句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突于情。”去年我听的时候，盖正言就犯困了，穷尽而难于感。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复蜂拥以其人去吧。言有尽而言无穷，则神爽飞动。肖邦和拜伦在他们的本质当中都有孤独和忧郁的一面，这样的男人往往很讨女人喜欢。比如我吧，就同时爱上了他们俩。所以咱们今天讲拜伦，我就带来了这个，希望肖邦能够为拜伦伴奏，音乐和诗歌融合，就像咖啡加上奶油，变成了味道绝美的爱尔兰咖啡。你们？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老师，我们是对面教室的，可是现在我们想……啊，明白了。你们很幸运，我们这个教室还有两张空座。再说你们也没有错过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在讲拜伦，正好需要一个男主角和女主角。你坐讲台上行吗？讲台上。解佩相以皆言喜，无令检修以为礼。香是系在衣服上的带子，结衣啊是指订立盟誓。你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别人赞美就行，啊！不过要是打动你的话，你得用眼睛告诉他。OK。这是拜伦诗集，赞美去吧。赞美我不行。你行，去吧。我真的不行。你行。她不漂亮，你不喜欢她？不喜欢？那就说出来吧。来吧。她走在美的光里。哦，对不起，不是，她是你要赞美的爱人。是你心目当中的女神，你得看着她的眼睛啊，用心去体会这些词句和意象，明白？再试试。我来真的了，你要是反胃，别吐我身上啊。她走在美的光影里，好像远方的天空，繁星闪烁，明与暗的最美的形象，交汇于他的容颜和眼波，融成一片恬淡的星光。浓艳的白天得不到的恩泽，多一道阴影，少一缕光芒，都会损害那难忘的优美。美，在他缕缕黑发上飘荡，在他的脸颊上。洒不柔灰，迷人的笑容，灼人的红晕，显示温情，伴送着芳香，和平的包容一切的灵魂，蕴记着真纯爱情的心田。
肖邦要是还活着，我会和乔治桑争风吃醋的。如果要真是这样，我希望和肖邦决斗，打败他。为一个任性中年女人，为了一个魅力十足的成熟女性。有一个私人问题，像你这样条件的人为什么还单身呢？太挑剔了。我觉得真心的等待啊，一定会有回报。赶快回电话去吧，正好考虑这步。这盘算你赢，你放了我吧。哪儿的话呀，现在是你困着我呢。我是说呀，咱们今天就下到这儿，都已经下了五盘了，可我一盘没赢啊。你以为我不想让你赢吗？我又得让着你啊，我又要让你看不出来我。我都成了南书房大臣了，哎，皇上，爱卿平身。谢主隆恩，臣之见内已召唤多次，如寅夜不归，恐闻河东狮吼，拳脚相加呀，恳请皇上体恤小臣。举大计应不计小节，值此内忧万患之际，卿当以国事为重，以儿女私情为轻，待国泰民安，朕将公主许配于你。不是，我他妈的真想杀了你，暴君！哎呀，不行，我真顶不住了。你再陪我玩一盘，就一盘，就一盘。行吗？敲一盘。哎，看来啊，不给你找个老婆，我永无宁日。其方法是把人剁成肉酱。没错，我说过，彼得士是20世纪最著名的新诗人之一。可我没说过我会演唱他们的歌。唱吧，瑞贝卡，你肯定会唱的。我们把彼得都带来了，一二，来一个，一二，来一个，一二，来一个。可你们得合唱。Let it be, OK? OK, 大家一起唱。演唱会的。
吕贝卡老师，你这样的喧哗影响到我上课。这不是喧哗呀，这是音乐呀！啊，修修修！好了，咱们今天就上到这儿。下一堂课咱们要说法国诗人拉马丁，因为他的诗和水很相近，所以咱们下一堂课改在湖边。拜拜，下课。拜拜。杨守基先生，如果我真的影响了你的教学，那真是非常抱歉。尽管我觉得你刚才的行为有一点太冲动，不过你看到了，学生们非常喜欢我的课，我这教室已经坐不下，也许我应该换一个更大一点的教室，这样就不会干扰你了。你应该到电视台去讲，只要有关部门不说你是歪理邪说。你有你的工作方法，我有我的工作方法，我不愿意也不希望在我工作的时候被一些无聊廉价没有文化的外国歌曲打断。说教练的无聊的人，你自己才没文化呢，对他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他对欧美现代思潮的影响吗？我只知道他和他的日本女人好几天没有下床，然后被一个疯子枪崩了，这样的人也被你引经据典讲给学生们听，你就是靠这些表面文章和花拳绣腿混饭吃。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起码你还知道天才总是被疯子逼迫的。我认为我是把正确的美的东西用学生喜欢的方式来传授给他们，我教会他们要真诚快乐的生活，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啊，那你认为的真才实学是什么？哦，难道就是要把注解的注解注解全部的背下来，为四个世纪以前的菜谱写几万字的论文啊？还是用你枯燥的语言来折磨孩子的神经？你这个人总是狂妄自大，从夜郎国留学回来的吧？我不是疯子，你也不是天才，至于迫害，和你这样的女人共事才是对我精神的巨大迫害。哼，我不是天才，可至少我也不虚伪啊。我记得有一位道貌岸然的先生倒是跟我说过，是不是最好的老师，那要学生的认可。可现在事实是，老师抓不住学生，狐狸吃不着葡萄。从没见过你这么刁蛮刻毒的女人。哈，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不过这对于一个老年单身狐狸来说，也是葡萄的另一种酸味。单身狐狸只吃甜葡萄，对酸的涩的没兴趣。不会吧，这么有把握？怎么，最好教师做不成，还要跟我比个人魅力？那你会输得更惨。简直，简直不可理喻。慢走，单身狐狸。他走到他的背后，双臂像柔软的常春藤环绕在他的胸前。哦，别这样，我只是个平凡的老男人。窗外月光给每一片树叶都镶上银色的边，够不够挑逗？见鬼，再挑逗我也写不出来。亲爱的，你在哪儿呢？啊，睡觉去吧。贝贝卡，哦，是不是怪我冷落不理你了？没有办法呀，我得工作赚钱养活咱们俩。听见没有，瑞贝卡，你别生气啊！我一会儿用最好的香波给你洗澡，好吗？嘿嘿，怎么了，瑞贝卡？
宝贝儿，怎么了？谁呀？是我，瑞贝卡。你干什么？你要吓死我啊？不是，他病了，他快死了，你帮着看看他吧。别说了，快进屋。哎呀，你能不能轻点儿？他还有救吗？吃坏了，相当于急性痢疾。我给他配点药。这行不行啊？插队的时候，我放羊，监管两只牧羊犬。朝夕相处，为期三年。你要是不放心，找个专业人士。啊，不是，我是担心。太娇气，狗没人那么娇气。卫生间的左手，你还是先去洗把脸吧。我老觉得你这个样特诡异，跟聊斋似的。哎，叫什么呀？啊，哦，瑞贝卡。瑞贝卡，连自己的名字也给他了。男孩子嘛，怎么叫个女人的名字？他感情细腻。好了，别站着了，没事了。喝茶。那个就是你的小伙子。对呀，我们在一起生活三年了，他就是我的亲人。啊，谢谢。上好的乌龙。晚上喝茶不怕失眠吧？反正这么一折腾，也不想睡了。啊，不对，应该这样，应该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往返几次，然后再一小口慢慢来，让茶水和舌头上的味蕾完全接触，试试。没想到这喝茶还有这么多学问。当然了。再来一杯。你太太？是，已经去世五年了。哦，对不起。没关系。嗯，我想。我今天白天的态度，我有点过分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算了，不要挂在心上。谢谢。茶叶这东西真奇怪，简简单单，又意味深长，让我想起古老的人和事儿。
元稹与白居易同名，当事人称为元白。你们一定听过他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你们不一定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首有趣的宝塔诗。实际上，很多古代诗人都非常喜欢喝茶，即使是嗜酒如命的李太白也不例外，因为茶能够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因此，今天我请大家喝茶。希望凭借这种奇妙的饮料，能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古人沟通。你们是喝惯了可口可乐，还是怕茶里下了蒙汗药啊？老师，我来替大家斟茶。杨老师，这是什么茶呀？内质清香，汤绿味浓，好绿茶呀。哎，老师，我想再来一杯行吗？这可是名茶，挺贵的，你想让我破产呢？让记忆留在习习的微风中，留在你水畔互相唱和的涛声里，留在轻柔明媚的湖面上，那熠熠的星体中，愿叹息的芦苇，呻吟的微风，氤氲的空气的清香，这一切听到、看到、闻到的，都说他们曾经相爱。民间也叫下傻人香，这里边有个悲惨的故事。比《长恨歌》还惨吗？各有各的惨法。等我说过以后，你们自己比较。《君山银针》中的上品，加水以后，茶叶会三起三落，最后沉在杯底，景象奇异，很像诗鬼李贺的作品。杨老师，今天有什么事备茶呀？孟浩然配六丸瓜片，去暑清火。嗨，杨老师。你好。你好。我听我们班同学说你那茶香阵阵，看来我得请他们吃冰激凌了，要不又得被你占了上风。还得谢谢你啊，这还是和你喝完茶以后受到启发的。哎，你那个小伙子没事了吧？嗯，被你这一治啊，胃口大了一倍，快把我吃穷了。哎，介不介意再请穷人喝一次茶呀？好啊，我知道个好地方。你经常来这儿？不经常来，心情好的时候和心情不好的时候才来，喝杯好茶，下盘棋，小波尔恰的调剂。那今天到底算是心情好还是不好？至少比你叫我老单身狐狸心情好。那收到礼物会不会心情更好呢？干嘛送我礼物？上次你给我的瑞贝卡治好了病，我非常感动。举手之劳，礼物可不收啊。一点心意，打开看看吧。真漂亮啊！还有一个孤独小人儿，挺像你的吧？一定不便宜，我还是不能要。说实话，这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放在我那儿也最多是一个装饰品，对你来说就一定很有价值，收下吧。那就谢谢了。哎，喝茶。好，喝茶。谢谢。
嗯，这茶的味道真好，就是过程太复杂，像宗教仪式。要想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就不能怕麻烦。你平时不怎么喝茶？喝的不多，也没你那么多研究。我喜欢在红茶里边加点糖、牛奶、柠檬什么的。那就不是真正的茶了，和鸡尾酒差不多。茶还是纯粹一点好。苏东坡说：“药治愈血心肠好，不是膏有手面心。”意思就是，纯粹才是好茶，才有茶的真味。那也未必，这得根据每个人口味而定。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喝过一种红茶和甜酒兑的饮料，味道很不错的。胡闹！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瞎掺和。甜酒里的糖会掩盖茶叶的甘香，酒精的刺激会影响茶叶的回味，这根本就是不懂茶呀！用那种又薄又淡的红茶勾兑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不是品茶，顶多也就算附庸风雅罢了。你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吧！我承认，对于茶道，我没有你那么深入的研究和体会。我只是觉得喝茶就是一种生活闲适的享受，哦，难道非要中规中矩、引经据典？当然了，茶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对文化怎么能乱来呢？天哪，这怎么是乱来呢？这是常识嘛！你别动不动就像事实捍卫真理的战士，行不行？我的意思是说，生活里面应该有很多种选择，啊，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嘛！哦，就像你整天穿的这个衬衣。闷不闷的？选择太多会朝三暮四、患得患失。我必须告诉你的是，我的衬衣换过也洗过，我喜欢这身，我不想改变。不想改变并不意味着你穿得好看、生活快乐。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刻板、太死板、太拘泥。就像你讲课一样，一点没有激情、没有新意，这样的人生有什么魅力啊？我的魅力早就被证实过。不用你评价，你的毛病在于太自以为是，太喋喋不休。女人的魅力在这儿，而不在这儿。行行行，我不想跟你再吵架，咱们打个赌，行不行？打什么赌？有关魅力啊。反正都是单身，看看谁先找着自己喜欢的人，找着婚姻。我不喜欢打赌，再说这种方式也不庄重。不自信了吧？我还没说完呢，但是为了教训你的狂妄，我就破裂一回，赌出什么？如果输的人必须当着所有同学的面承认对方是最好的老师，怎么样？我就知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伟人说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不是纸老虎，是母老虎，一样吃掉。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杨教授，再给您续点水吧。不必了。算账。算账。冠军，奖励我，奖励我什么呀？你要什么奖品？我刚跟别人打了个赌，要快点把自己嫁出去。那个倒霉蛋肯定输定了。如果我向你求婚，你会嫁给我吗？就因为知道他输定了，所以我用不着这么仓促的决定，尤其是面对一个衣冠不整的男人。好，我做个让步，半年以后嫁给我。不过得有个条件，周末陪我到海边度个假，啊？你赢了，冠军。笑了，你再笑我真给你翻脸啊！对不起，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啊！哎呀，这事儿啊，我听着都邪性，啊，打赌看谁先结婚，不，这不是你干的事儿啊！我也是在气头上。
没激情，没魅力。他把我说成西汉一干尸。嗯，问题是啊，在最短的时间里，我到哪儿去给你找一个女干尸啊？啊，还得有真爱。患难见真情啊。嗯，你平时不是老要给我做媒吗？到关键眼上帮不上忙。谁说不帮忙了？我又不是批发商，手里握着大批商品，啊？哎，对了，咱们找专业的呀。你要干嘛？别害我。害你？千年的古树要开花，我疼你还来不及呢。哎，要是这招不灵，我看你把吕贝卡娶了得了。我看你们俩大仙在一起倒是挺合适的。娶她？啊？你杀了我吧。啊！哎呦！别笑了。哎，老杨，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是电视台《人约黄昏后》节目的编辑，也是咱们学校的毕业生。哎，你好，杨老师你好，听过您的课，有印象，有印象。好的，您放心，一会儿就得啊。哎，进来，进来，进来。Harry 呢？来来来，行，那谁，我跟你说啊，小刘，那个鱼缸得搬掉，有点碍事啊。然后这沙发得搬那屋去。好。嗯，这几幅画得拆了啊！赶紧动手，快点！几位，几位，几位！哎，你们坐，坐下，坐下，坐下。我先给你们弄点水啊，喝点水。没事，不客气。坐下，坐下。杨老师，不客气，不客气。坐，坐，坐。啊，好，好，好。站着干嘛？哎，你们坐，坐，坐，坐下。哎，好，弄水。谢谢，谢谢。放着，动，动手，动手。胡胖子，你过来。电视征婚呢，第二多少，然后埋线打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时间短，收效快，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了。哎，我可告诉你啊，人家排队都排不上，我可是找了熟人的。电视征婚啊，我怎么等着10000万人说我想找个老婆啊，还得让这三个小子任意摆弄，搔首弄姿，表明自己虽然人老珠黄，但韵味十足，啊！朋友、邻居、同事，本来就爱搬弄视频的人怎么说？怎么上街？啊？怎么看？怎么在学校里混？哎，我说老杨，我只问你两个问题啊。第一，你想不想赢得你的赌注？那当然了，事关荣誉，绝不能输。第二。你想不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找一个好女人？理论上，我也想。好，那只有这样做最好。走。哎呦，我说老杨哦，你还真以为有10000万人来看你啊？趁着您的脸上啊褶子还不多，好好的包装一下，把自己推销出去。别动我鱼枪！哎，别动！你治学严谨，通古论今。近年，在中国古典诗词领域硕果累累。获多项国家专著及研究成果奖。那么杨教授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我理想中的伴侣应该是个善解人意、文静大方、气质温婉的女性。如今杨守敬先生还在执着地期盼着他生活中的另一半早些出现。五号男嘉宾杨守敬先生的个人资料和他的择偶要求，我们已经给您介绍完了。您想结识这位成熟稳重、气质高雅、才华横溢的大学教师吗？请赶快给我们来信，以免和一份美好的感情失之交臂。
先生，哎，您喝茶呀？是我。哎呦，杨教授，您怎么戴起墨镜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眼睛怕光。哦，快里请，哎，里请里请。这大黑天，咋这么光？嗨，杨教授，真巧啊！来来，一起坐吧。是是，太巧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杨守敬，我的同事林旭。啊，哦，哎，久仰久仰，杨教授好像是你茶文化的老师，偶尔还客串家庭医生。啊啊啊！这位是张笑啊，我的朋友。哦，我们刚才还说到你呢，张笑说他对你很感兴趣。对我感兴趣。啊，来，请坐，请坐。杨教授，别误会啊。其实啊，我是很想和你认识的。吕贝卡说他喝茶是受你的影响，我就感到很奇怪。你知道，吕贝卡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一定是非常有魅力的人才会影响到她呀。啊啊，哪里哪里。关于魅力，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哦，您是说打赌的是吧？啊，其实那是玩笑。哎，说实在的啊，今天见到您啊，我就觉得你身上还是具有男人魅力的，而且是古典神秘的那种啊。对不起啊，失陪一下。他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动作够快的呀，是不是早和他暗度陈仓，还明修栈道和我打赌？给失败找借口。我说过，我身边不乏追求者，有人就是不相信。再说了，你动作也不慢呐，都快成电视明星了，出来还戴墨镜，哦，怕人认出来啊。我要是只看电视，我都想嫁给你。谢谢，我可无福消受。劝你别高兴太早了，比赛还没有结束呢。也别拿终身大事开玩笑，现在感情骗子可多了。骗腻了小女孩，人家没准想换换胃口。为了赢我，后半生终日以泪洗面，不值。我知道你担心我，要是再温柔一点，那我就更容易接受了。你这个人，咱们干什么一见面就要打架呀？说实在的，其实我挺想跟你做朋友的。这打赌的事儿，你别太当真。要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你说实话，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你说算了？啊，我都弄得满城风雨了，你说算了？这赌我打定了。至于说到对你那个他的观感，八个字：巧舌如簧，傲慢轻佻，和你般配极了。对不起，我上厕所。哎呀，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啊？我这真的有应酬。对，我在陪客人吃饭啊。行行行，你跟儿子说啊，就说我周末回去给他买啊。行，明天我去机场接岳父大人啊。好，就这样，就这样啊。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看了不该看的了。不是故意走错门的吧？什么事啊？这么好笑啊？哎，贝卡，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杨教授一起走吧。啊，算了，顺路。算了，
我不碍你们事了。哎呀，走吧，看样子你是病了，踏踏车舒服一点。茶喝多了，你又要失眠了。没关系，睡不着觉，正好给你打电话。我今天晚上不回家，还要去找一个朋友，是生意上的事。明天我也很忙，要不我后天跟你联络好吗？这么晚了还要去谈生意？你不说好了明天上顾林家去的吗？实在对不起啊，有些应酬啊是必不可少的。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别生气啊，我会补偿给你。我说小女孩生什么气，别太累了。哎，杨先生，你要是不舒服可以躺一会儿睡会儿觉，就会把烦恼的事都忘了。张笑这个人不错，不错，善解人意，知进知退，而且事业有成。最难得的是他的浪漫气质。你肯定就是不跟我打赌，也会选他。嗯，我觉得你是不是再观察观察？他好像……还怎么了？都说了嘛，打赌的事儿别当真。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想跟你开个玩笑来着，可现在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找着你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也许爱情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包括失恋，对吧？我也不清楚，不过爱情有时候太危险了，我这个岁数也玩不起了。你并不老啊，振作起来，学学毕加索，60岁雄风仍在。我要像毕加索60岁秃得那么厉害，更没人要了。怎么会？我说，你真的不要紧吧？没事。那睡个好觉。你也一样。晚安。不行，我得告诉他。有事儿吗？有阿司匹林吗？等会儿啊。刚进来。哎，这个坏人可是杨守敬同志电视征婚办公室主任啊。哎，电视台转来的，一共52封。这么多呀？第一位约见者，陈瑶女士。陈瑶，大学本科。这是你老婆单位的呀？啊，这就是上次我给你提的那位陈女士。我们两口子呀，都想把她介绍给你，你死活不见啊。这回可是人家看了电视以后，主动写信给你啊，这也算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吧。啊，那就见见。行，反正不是外人，咱也别出去了，还得花钱啊。对，这样吧，星期五下午2点，你在家守株待兔。
哎，贝克，你来了啊！哎，哎，看来他真的喜欢你哈。是啊。嗯。要出远门啊？对，我要去厦门待两天。我想把他托付给你。不知道啊？可以，没问题。那就拜托了。这是我们家的钥匙，你只要定时过去给他拿点吃的就行。好的。嗯，你好好照顾他，别让他受委屈，行吗？我这个人不太会和人打交道，和动物会处得不错。那我就放心了。再见，宝贝儿啊。再见啊。哎，等等。你去厦门是不是和他在一起？对呀，我们去度周末。我可能很冒昧，可能不应该，也许这不关我的事儿。可是我想，咱们是同事，又是邻居，从道德角度上讲，我应该，反正无论如何，你要多加小心。我不能说得再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女孩。我也想跟你说一点，你这个衣服是不是可以换一下？你说呢？这变化总比不变化好。把他当儿子，啊？知道了。再见了，宝贝儿，再见啊。啊，再见，狗他娘。喂，你好，是杨守敬杨教授吧？你好，我是张笑。你找我有事吗？咱们就不兜圈子了啊。那天在茶馆里，你可能凑巧听到了点什么，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隐瞒？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都是男人。这就可能会经常犯一些难免的错误，更何况我们之间还可能有一些个误解。杨教授什么都不说了，我可以感谢你的。我手下的公司也有出版的业务，如果你手里有什么学术专著急着要发表的话，只需要给我打个电话。听着，我是男人没错，可我不是个见利忘义的男人，最好别让我再看见你。虽然我不擅长打架，可我拼了命也要试试。这门开着，你人跑哪儿去了？人家陈女士都来了。
喂狗重要的还是相亲重要？快点，快点，快点！哎，这位是陈瑶女士啊，这位是杨守敬杨教授啊，来来来，你们谈着谈着啊！哎呦，我有点事儿，告辞了啊！再见。干什么去啊？我送送你啊。你送我干什么？你还不赶快陪客人？哎，我走了。您看上去比电视上沧桑一点儿。啊，这得感谢电视台的同志们的技术处理。陈教授，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43岁，未婚，在编辑室当编辑。身体健康，收入稳定。哦，我49岁，丧偶，5年以前。啊，这些情况我在电视上都知道。我只是想冒昧的再问一句：您真的没孩子吗？没有。啊，是生理问题。对。啊，不，是我妻子。我知道了，其实也无所谓。我就是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的，更多的相互了解。对对，对对对。这知识啊，得转化成生产力。我们这些学文的，本来赚外快的机会就少，再不想点办法，那我们不得一辈子吃斋念佛？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实际了点儿？不，你很坦率。就是，实际点儿有什么不好啊？像。浪漫啊，理想啊，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女人可输不起啊。付出代价，输不起，坏了，我误大事儿了。我已经订好了宾馆的房间，到那之后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去白鹭洲，那儿有几家咖啡馆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餐厅里面，一边听着海浪声，一边进晚餐。然后什么？哎呦，这哪来的狗啊！哎呦，我最怕狗了。瑞贝卡，瑞贝卡，听话，别吓着客人啊。我最怕狗了。这女人裤衩一定是你的个人收藏了。杨教授，小郭他们夫妇可说你是个老实人啊。我真他妈太老实了。陈女士，对不起，我得出去一下。你还不知道吗？下面呢，是一个非常适合情人幽会的城市。怪不得有人让我要当心你啊！啊？谁？是杨守敬吗？我觉得他这个人啊，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心里一定有问题。电话里边他还说要打人。电话。
什么电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有妻子，还有一个11岁的孩子。你有妻子，还有孩子？师傅，你能不能开快一点啊？玩命的事我可不能干，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啊，对对对，好，好，好，那你尽量吧。啊，啊。这好像对你的妻子和我都不太公平。有什么不公平的？我能给她优越的生活，给你真实的感情。瑞贝卡，你是一个内心丰富的女人。难道你不知道，有许多家庭、许多婚姻是和爱没关系的？再过半个小时，我们两个人就要到南方最美丽的海滨城市了。到时候只有你和我。贝克，相信你的真实感受，啊！不要趋于世俗，不要让你的心灵陷于琐碎。好，咱们走吧。你看，有人在等我，我该回家了。惯例，第一次到别人家做客，应当隆重点儿。何况我以前那个样子，怕你看腻了，会破坏你的胃口。哇，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像 Cary Grant？ 外国诗人 ？No， 好莱坞影星，越老越帅的那种。哇，礼物！按惯例，应当送礼物给女主人。这是宁夏特产三炮台，就是茶叶加冰糖、枸杞、红枣什么的。你不是喜欢这种鸡尾的喝法？谢谢，你想的真周到。那按惯例，我应该亲你一口吧？这就算了。我们应当一风一俗嘛。行，来坐吧。哎，喝点酒吧。啊，好，少一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对吧？你都可以教我的课了。
话没准。有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的会受别人影响。其实我们都改变了很多。他这个人平时不太喜欢说话，也不爱笑，可是每次笑起来却非常生动。我记得他临终前笑着对我说，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但是现在我宁可相信人有灵魂，这样我就可以监督你快乐的活着。最轰轰烈烈的是28岁的时候，我在国外爱上了我的导师。当然这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有妻子，我问他爱究竟可以走多远，他说我的爱苍老而虚弱，他累了。我就说我要去寻找强壮能走到尽头的爱。其实平淡和朴素的才是最永久的，就像茶叶。那要缺乏激情呢？再加点甜酒吧，也许可以试试。最喜欢这种花的颜色，像太阳，看得使人感觉很温暖。你怎么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上周学院体检的时候，我偷看了你的表格。你还看到什么了？你没有1米80，只有1米78。当年赤壁之战，曹操12万兵马，号称50万呢。哎，买什么礼物了吗？我给你订了一束花，可能一会儿就送到。对了，明天音乐厅有一场古诗词配乐朗诵会，可是我只买到一张票。那我们都不去了，干脆我念给你听，我现在就过来。哦，别，在明天之前我想保持一点神秘感。进来，你别挂，可能是送花的来了。嗨，是你？是我。怎么不欢迎啊？啊，不，请坐。我把这个拿出来吧。小郭说呀，你明天过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啊，上次的事儿，小郭都跟我说清楚了，
我特别感动，原来你对一个普通同事都那么热心，我还以为，反正都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郭黎明都对你说什么了？他什么都说了，他说你心胸宽广，以德报怨，深明大义，两肋插刀，救妇孺与水火，挽狂澜与既倒，还有你和那个女人打赌的事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那个同事啊也太嚣张了，他居然说你没有魅力。他懂得什么叫魅力啊？我就看着你特别有男人味儿。啊，小郭还说你不服气，说你想赢。你放心，我呀，就特别喜欢男人有不服输的那股劲儿。我要用铁的事实告诉他，等我，我要让他当面对我说，你才是最好的老师。喂，喂，我睡了。喂，你开开门，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好吗？郭胖子带一个人来了，我不能不见他，我们见识。你别给我解释，我承认你技高一筹，缓兵之计用得不错。要不要我现在恭喜你？你不但赢得了我的芳心，还赢得了什么那个陈女士的芳心。我明天就到你班上去兑现赌注，我愿赌服输，随叫随到。现在请你走开，我要睡觉。我就说一句话，我和陈女士之间什么事都没有。我想告诉你，你已经说两句了。小静啊，有关你的材料，我们已经报到学术评审委员会去了。估计再有一个月，你就将成为我们学院第十六位博士导师了。谢谢王院长。哎，谢我干什么？这完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嘛！哦，吕贝肯老师向我提出来了，他要求调到研究所去。他要调走了？你为什么要调走？与你无关。可是我得提醒你，明天是我最后一堂课了。如果你还不要我兑现赌注的话，你就没机会了。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什么是凭栏意呢？实际上是指上一句“望极离愁，暗暗生天际”，也就是和相爱的人分别的痛苦。分别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儿啊。对不起，我走神了。杨老师，你有心事？啊，我和一个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他不愿意听我解释。这个朋友很重要吗？杨老师，是女朋友吗？我希望他是。他要是非常生气，您可以考虑找个中间人出面。没用了，他马上就要走了。小生院校犬马之劳，算了，你们帮不上忙。怎么帮不上？您说那个朋友就是对门班的李老师吧？你怎么知道的？您不是告诉我们要注意观察生活吗？我跟他们班的哥们儿都打着赌呢。
是啊，哎，我们都满金营呢。对，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要是打赌，那我该怎么办？这女人吧，一般都特爱面子，您得想办法让她争得个面子，她也就不生您的气了。哎，我有主意了，就是不知道您豁不豁得出去。我豁得出去。吕老师，你为什么要调走？吕老师，您别走啊！是啊，吕老师，您别走了。别走，别走，别走了。你们都很年轻，有才华，有热情。我能给你们上课，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学生，我今天说的是真话。吕老师，您看一下窗外，会给您个大惊喜的。我曾经和吕老师打了一个赌，现在我认输了。我想说，瑞贝克老师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就算打平了，好不好？因为我发现，你也是个好老师，而且是个好男人。